OK，首先我们先回答几位朋友所寄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他提到，佛教里的涅槃与一些灵性导师所说的本源是不是一回事？证悟涅槃与回到本源、合一本源有什么区别吗？OK。我们先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看，如果把涅槃当作是本源，会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我们再从正面的角度来讨论同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是负面的角度，原始经典里面呢，佛陀他从来就没有把涅槃形容为是一种本源。如果把涅槃形容为本源的话，它有可能产生出来的一些副作用，包括了啊，某一些修行的人他就想，哎，那如果涅槃它就是我的本源，可是我现在明明没有体验涅槃，我是在轮回痛苦当中，表示说啊。我是从本源那边冒出来，流浪到生死轮回里面的。那么以后，我如果又回到了本源，我怎么样能够确定说我不会又再冒出来呢？我不会又再回到轮回呢？如果说，一开始的本源，它是有可能会产生出无明的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我就算是回归到了本源。我怎么能够确保说无明不会再发生呢？我若换一个角度来讲，把涅槃等同于本源，它的一个有可能产生出来的重要的失误，就是那些还不懂得什么叫涅槃的人，会继续在意识的层次里面，继续在时间上。在空间相里面去理解所谓的本源，而时间相上面的本源，那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话题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后代的佛教里面经常讲到，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大乘的佛教里面，很多时候把这个无始理解为。我们过去的起源，它是无边无际的，可以追溯到永恒。我们过去究竟有多少次的轮回呢？它有无限次的轮回，所以叫做本源。对不起，所以叫做无始。那么如果过去是你曾经经历过无限次的这样子的轮回，你曾经经历过了无限的时间。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逻辑来推理，那么请问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从那个无始的过去来到当前的当下呢？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跟你讲，你的起源是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然后这个是30年前发生的事情，请问一下，你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从你的那一个所谓的起源来到当前呢？你的答案是30年。可是如果你所认为的起源它是无始的，那么请问要花多久的时间，你才能够从那个无始的过去来到当前这一刻呢？正确的逻辑上面的答案是无限长的时间，你永远都达不到当前的这一点。我这只是做一个比喻了哈，用这个做一个比喻来说明，如果你以时间相的角度来探索所谓的本源。它往往会制造出
更多的困惑，而且呢，在禅修的技巧的使用上面，对于本源的这种表达法，如果误会了的话，它是很容易造成一种神我论的，它是很容易造成一种实际上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看清楚你的内在是怎么样在抓着自我的这种动作。好，我们现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是不是只要把涅槃形容为本源，就一定就大错特错呢？那也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从教学法的角度来讲，把涅槃形容为本源，它是有它的作用，有它好的、有建设性的那样子的作用的。举例来讲，如果你这边的本源的意思指的是那个动作发生之前的状态，指的是在看起来复杂的意志所堆砌的世界，它底下的安宁。如果你的本源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么这个词汇是相当生动的，它其中能够产生出来的教学效应，就是帮助禅修者把禅修的注意力不是放在遥远的对象上面，而是放在那个越来越接近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OK，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位朋友所提出的问题。我家附近有座老旧的坟场，旁边有条很幽静的小路，车少、平坦、树荫多。一直以来，我都在那里精行用功，非常享受那样的安宁静舒适。但有位前辈得知后提醒说，有些亡魂执着未断，我们的禅修功力还不到家，最好不要再去那个地方精行。自从被提醒之后，再去精行时，原本没事的心变得有些卡卡。我试图再找其他的场所，但是要么车多人杂，要么离家远，都没有那个地方理想。恳请老师开示：一、禅修功力不到家，就最好不要去坟墓打坐或精行吗？二、当内心出现卡卡时，该怎么对治？OK，我们若姑且哦，顺从着这位前辈他的提醒，他说禅修功力还不到家，最好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进行。我会怎么样定义禅修功力还不到家呢？那就是，你的内心出现卡卡，但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对峙，你完全没有办法从那样子的状况走出来，那样子就是你的禅修功力还不到家。然后我想要再从其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世间的价值观呢，它是充满了很多的禁忌的，很多的避讳的。我们来看一看，佛法禅修者的价值观有没有类似的禁忌跟避讳？首先，古代的修行人，古代的出家人，不管老少，不管男女，不管你是刚刚出家的，禅修功力还不到家的，或者是已经出家很久，很有可能禅修功力哦，很有高度的开发的，他们经常都做同样的一个功课，那就是到坟墓里面去修不净观，到坟墓里面去做，这个不同种的像九响观，看观察这个身体的毁坏的过程。也就是说，古代的禅修者，甚至是当代小部分的地区的禅修者，他们修学不净观的方法，不是在
冷气房里面观想着，而是到实地那个被尸体抛弃的露天的坟场，去观察那一些，尤其是穷人家买不起棺木，把那个尸体扔置在那个地方的，看着那个尸体它腐坏的过程。如果光是佛教里面这个例子还不够说服你的话，我们再举佛教里面另外一个例子。佛陀时代开始呢，就有一种特殊的修行的方法，严格来讲，它是一种生活的方法，叫头陀行，叫头陀苦行，也就是巴利文里面的 Dutta 或者是 Dutanga。那么这个头陀行里面呢，有其中的一种训练自己的方法，那就是穿着粪扫衣，粪是那个米田共那个粪便。排泄物的粪，扫是扫地的扫，衣是衣服的衣。也就是说，愿意修学这一种头陀苦行的出家人，他可以选择不穿传统的袈裟，而是穿所谓的粪扫衣。你知道什么叫做粪扫衣吗？你光是从中文的字义上面，你很难了解粪扫衣的意思的。很多人以为说那个是垃圾里面。拿出来的布料所做成的。严格的来讲，做过佛教历史研究的人晓得，粪扫衣主要是来自于抛弃在路边的尸体，他身上所穿的寿衣而收集而成的。为什么古代的佛教有一个那么奇怪的修行方式呢？你要去收集那个，死者所穿的寿衣，他经年累月、风吹日晒开始破散，然后这个尸体他最终腐烂败坏，然后你把他身边残留下来的那些布条拿到河边清洗干净之后，把它修补，制作成为自己穿着的衣服。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佛陀他刻意的要去破除他弟子对于死亡的禁忌想，对于那种对死者的害怕，对于死亡议题的害怕。世间世俗的人对于死亡是很多的禁忌的，所以譬如说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医院不能够有4楼。那以前我不管是住在台湾的时候，或者是待在美国的时候，在我年轻时，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要刻意的去挑战这种禁忌的心情。别人在分发号码的时候，华人之间谁都不愿意被分发到4号，我就刻意去抢那个4号。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一般的人不愿意被分发到13号，我就刻意的去抢13号，我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把心里面任何的这种对禁忌的疙瘩把它抚平。当然了哈，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禁忌。它是建立在对于因果正确的认识啊，它是建立在常识上面的。所以你对于死尸所用过的东西，如果有卫生上面的考量，那个是另当别论。至于禅修者，他对于亡魂的态度是如下：他知道啊，严格的来讲啊，这个世间，活着的人，他是比亡魂更可怕的，可怕很多的。世间人他可以用各种的手段，非常真实的伤害到你，真正造成你生活上极大的不便利。而所谓的亡魂，它能够伤害你的方法，差不多都是透过触发你内在的恐惧，
或者是触发你内在的某一种烦恼，跟它相应，最终导致你自己生病，最终导致你自己内部的烦恼发作，而产生出害人的效果来。所以，不要那么容易的去接受这个结论说，你的禅修功力不到家。如果你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出现心理卡卡，或者是有出现卡卡，但是懂得随时对峙，所以你不卡在那个卡卡里面的话，那么我会鼓励你去那样的地方，去培养宽坦的心境，去培养那种敢勇于去触碰禁忌的心情。然后你提到该怎么对峙。一种对峙的方法就是去了解整个的世间呢、如果要讲亡魂，到处都是亡魂的。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曾经是过去无数的众生他的埋葬所，他的丧命之处。然后你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世间只有地水火风的元素在那边互相激荡着，是因为你的想象力，是因为你的烦恼，所以出现了我你，有要害我的人，有要爱我的人，有我要害的人，有我爱的人等等的这些差异。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不太理会亡魂的人，那么就把它想亡魂都是假的。我讲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违背了佛教的轮回观，但是我不是那样的意思的，而是就是抱着亡魂就是想象出来的，我身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按钮是跟任何的外在的烦恼相应的。如果你是一个心里面倾向于相信有亡魂的话，那你就抱着一个宽坦愿意结交，你对于世间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存有害意的，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都是被这种无害慈念所保护着，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都是没有依赖的，所以你是没有任何的恐惧的依据的。看到自己能够不断地从卡卡里面走出来，而欢喜，而鼓励自己。OK， 下一位朋友提到的，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汉传佛教经常说阿罗汉还有余习未断，我在南传佛教中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阿罗汉圣者是断了贪嗔痴等各种结识的解脱圣者。如果说教化众生的能力跟佛陀相比有差距，好理解，还有习气未断就不太明白了，原始佛法中有这样的说法吗？ OK， 有的，有这样的说法的，但是这个说法跟一般的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OK， 我先说一个不会是离经，但是有可能是叛道，就是叛这个上座部的道的这种说法。严格的来讲，佛陀也有习气的。严格的来讲，佛陀也有习气的。佛陀他是断了所有的烦恼结识的圣者。但是把佛陀理解为是各方面通通都是圆满无缺，比身高他是所有的人里面身体最高的，比长相他是所有的人里面长相最英俊的，比说普通话讲国语的能力他是所有的人里面发音最接近北京腔最标准的，比起英文讲起英文他是比起在英文的国家土生土长土长的人讲的英文都还要流利好多好多倍，无限倍的。这是后代对于佛陀的理解。
我们禅修者应该不要在乎五蕴所呈现出来的佛陀他有可能的缺陷，佛陀是会生病的，佛陀的五蕴他一样是受到条件所制约的。你说佛陀他没有他任何的习性吗？他难道没有某一种习惯，一天是要在什么时间睡觉？他难道没有某一种习惯，他遇到特别喧闹的人群，他就不乐意去靠近他？他对于那些懂得比较自律的、倾向安静的人群，他就比较愿意靠近去教化这样的团体。佛经里面到处都有那种听了佛陀说法听不懂，转向佛陀的弟子求教，结果听得懂的。如果你真的要按照这些佛经来推理的话，你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很多时候阿难他对于某一些人是比起佛陀更能够说法的。迦旃延尊者他在面对某一些人，他是比起佛陀更能够说法的。所以原始佛法里面的确所有的解脱圣者都有他的习性。一个阿罗汉他仍然会有因为他出生的背景的关系而比较感到舒适的气温。有的阿罗汉是喜欢偏向暖和的气候的，有的阿罗汉他是喜欢偏向于比较凉快比较寒冷的气候的，有的阿罗汉甚至是有说话很粗俗很不文雅的习惯的。这一些案例都是在经跟律里面具体有记载的。真正懂得修行的人晓得哪一些习气是跟解脱道没什么关联的，是可断可不断的，哪一些习气跟解脱道是息息相关的，是你非断不可的，或者是断了之后对于你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最近有段时间因为疫情隔离可以有较多时间禅坐，能在整天的无事中调整身心，慢慢发现身心有些新的奇怪的体验，很难描述那个状态的具体情况。有种感觉是身体里的精神和精力更凝实了，感觉上像是身体里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圈，精力没有那种粗重的外泄，而是在往内收。带来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在路上视野里出现穿着清凉的女性或者窈窕的身影，心里本能的有种被烧红的铁烫了一下，或者像被刺了一下的感觉，很不舒服，可能是我的习气开始沿着那样的形象自动展开想象的投注，这个会大量吸取和消耗精神，这个消耗感令我的身心觉得本能的不舒服，然后就会停止这个自动想象和精神投注，就觉得那个形象索然无味，不再会吸住我的眼球了，觉得释然。二是身体内的触感好像可以一直呈现在觉知中，不需要刻意提起正念，比如吃饭的时候，胃的饱胀感会一直很清楚的保持在注意力里，导致我现在无法忘形的吃得很饱，大概有八分饱的时候，胃被撑开的感觉已经很不舒服了，只好停下来不吃。想请教老师，这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以前觉得修行用功是要一直靠着意志力去微调身心、引头和吸气，
总是需要依靠这样的持续的长期的微调，去慢慢消磨，觉得只有正果了以后，才能放心的歇息下来。现在看到身心居然能够天然的不费力的自动运转起来，自发的帮我挡掉那些习气的消耗，都不用刻意提醒了，觉得很欣喜。没想到它居然自己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功能和效果。现在这个状态还不稳定，持续几天后，杂物繁多起来就没有那么强的力道，但是好在知道那种感觉了，有点像是学会了骑自行车。终于懂得那种平衡感是什么了，虽然还会摔下来，但是知道怎么再回到那里了。OK，是的，谢谢你的分享心得。你这边所形容的呢，就是禅修者他的根门呢，开始收摄，心开始安定下来。所会产生出来的现象之一，很多的禅修者都会有类似的现象的。如果更具体的一点跟你讲，好比说你这边提起到身体里面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圈，我接下来讲的这个部分呢，并不是佛经里面讲的，而是论典里面讲。论典里面提到一种观念，叫做未到立定的观念。那虽然我对于论点的说法有很多是保留、不认同，甚至是批判的但是论点它也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了的。这个不是出自于南传的论点，特别是在汉传的论点，像是天台智已所做的著作里面，像是这个小止观、同盟止观，这个六妙门，等等的，他有提到的未到地定的那种现象，很像你这边所讲的现象，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谈的，然后像一般的禅修者他会形容的，还包括好像说身体外面有一个泡泡。哦，你进到了这个泡泡里面呢，外面的杂音变小，外面的干扰变小了。就算是有所谓的外界的干扰，它透过了泡泡的这个网膜呢，它能够触碰到你的力道就减弱了，所以你受到的干扰度会大大的降低。然后你这个地方形容，你看到了异性的这种反应。是的，我们的欲贪的习惯性是特别特别的强烈的。在佛陀所断的所有的烦恼结识里面，他曾经形容说，欲贪的这个结识烦恼是最困难的，是最难断的。这也是为什么严格的来讲，如果看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二果跟三果，他们主要断的就是，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在对付欲贪的三果是成功，二果是仍然在跟欲贪这个搏斗的过程其他所有的烦恼都是相对的短的时间，它就能够被克服、被超越、彻底被斩断。只有可以说是这个欲贪的这个烦恼，它是要透过两个果位，这样相对漫长的过程才能够断除掉的。所以，我们如果晓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自己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有吸引力的人类的那种影像，身心它发动起那个欲贪的连锁效应，速度是很快，力道是很坚强的。那么，因为一般的人平常，他对于这样的过程是习以为常，所以不会去留意。但是禅修者，他的心念够安静的人，他的正知正念够发达，他经常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这种欲贪它发动起来的具体的效应。我会建议你，你如果你修行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经验了的话，
要刻意的去守护你的眼睛的根脉。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每一次我就是逛大街，然后眼珠子是四处的飘，我如果看到吸引我的异性，我只要能够接下来再觉知就好了。那样的禅修法呢，是很没有效率的，然后你会很容易破功的。我的建议是，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经验，你在逛街、你在散步的时候，刻意的有一点像是遛狗，牵着狗链这样子牵着你的眼睛啊，不要让你的眼睛是全然的放肆的去寻觅物件，刻意的管控眼睛，不要让这种容易产生欲贪的影响那么轻易的就会渗透进来。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渗透进来之后的后续功夫哦，我现在讲的是你连让它渗透进来的这第一关，你都是有留意的啊。当然，作为一个在家人啊，作为一个可能你是居住在城市的环境里面，你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有那个意愿要做到100%不能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会建议你要有一个程度的管控。接下来，这个地方提到的是的禅修它会越来越趋向无为的。我听到你分享这样心得，我是替你开心的。有这种体验的人，然后很经常会遇到的经验就是，他只是几次的经验而已，啊，他这样的这种经验，他很容易会退失的，所以不要忘了继续的保任，不要忘了继续的淬炼这个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开始懂了的那种趋向无为的禅修法。OK，好，这些是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关于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老师你好，你好。老师，我首先得感谢你了哈，感谢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对不死之心，心到底会不会死，我以为是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我当时有点慌，我就哎，怎么我完全找不到北，对于这个议题，然后老师告诉我，对这个议题的理解是。那个跟修行的方向一致的时候，我就不慌了，因为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也不慌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挺感谢老师的开示是的。的，这是很好的态度的。你不一定要立刻去验证它，你可以先做一种跳跃式的信仰。这种跳跃式的信仰哦，它跟一般的世间的迷信是不一样的。这种跳跃式的信仰，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自己安定下来，让你自己沉得住气，让你自己愿意把心安置在有用的地方先，接下来你就会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不用着急啊。你如果你迫切的要这个找寻这个答案，然后经常习惯性的跑回那种推理式的探索的方式，或者甚至是像禅宗那种光是死磕，然后没有顾虑到如何的去调节七觉支那样的状况的话，这样子是欲速则不达的。好，你若你能够缓下来的话，你的进步会自然而然在你往往在你不觉得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突飞猛进的。谢谢老师的开示。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佛陀在去世的时候，他有一个，他为了让别人不误解他的佛法，他有一个三法印。三法印其中有一个说是诸行无常啊，我请问一下老师，那个诸行无常，他所说的诸行
它是不是主要是指新型，就自我位格化的那种，特别是指那种自我位格化的，试图自我位格化的那种新型？OK，说这个心型哈，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它通通都是无明发动的，啊，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它没有理由，你不用去分隔说，它是不是自我位格？其实严格的讲啊，心只要动了，那就已经在轮回然后这个形呢，你若是要严格的教义的角度去给它定位的话，你可以讲说是所有的意志你可以讲说是所有的牵牛的对象。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不互相匹配的，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禅修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所谓的流动的现象，它之所以会是能够有意义的被形容为流动的现象，是因为它跟你的意志碰撞了，你的意志参与其中了。只有在你的意志跟它碰撞了，只有在你的意志参与其中了，它才成为有意义的流动的现象。如果是没有形所参与，没有跟形所碰撞的那样的现象，你没有办法在一个有意义的层面上形容说它是流动的。一个解脱者的心情，他经常都是感觉到好像没有任何的现象是出生过的，没有任何的现象是毁灭过的，没有任何的动摇感的。那讲这个听起来又有点好像要走入玄学了啦，但那不是我的意思啊。我要形容的是一种具体的心境，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去好像说刻意在哲学上面去分别说啊，这个形它一定是这个它的定义绝对是怎么样子，而是你就去把它理解为。任何那个让你起心动念的，通通都叫做行啊。任何你那个内在需要用力的啊，任何那个让你感觉到你发动了，那个通通都叫做行。而且它不只是心行，身行的行，它也是行。那严格的来讲，身行跟心行啊，在某一种想里面，在某一种定境里面。它就是一种用力，你很难再去区分说它到底是属于心，它到底是属于身。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个菜，它也是要发动心型的，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是这种心型是不会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在我认知里面有问题的是那种会导致心的完整性的破坏，就是试图头上安头的那种，对，会导致轮回。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对，是的，因为我。那总而言之啊，哈，那个不是问题的，不会构成问题的那种所谓行，在一个解脱者的心里面，它根本不配被称为叫做行。那个行啊，它有一种它是会晃动你的这样的意思，它会动摇你的。对，就我们的所新的以，自我就。如果所谓的一般人所谓的认为啊，我要去买菜，哦，他这里面真的是没有杂染的，没有参与感的，那个感觉根本那就不叫做一种行。我大概明白了。老师，就是还有一个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需要老师有开示，就是老师有经常讲那个我们的心情就是实力。我们内心的实力，是不是？如果我们实力用力了，或者是产生了意识并认同了，我们就入梦了。对，然后其实啊，哈，严格的来讲，然后这种入梦啊，哈，还是比较粗的啦，哈，那个甚至是你还没有入梦，哈，譬如说，
假设说，我们今天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是一只蚯蚓，我们是没有办法入任何的故事情节的梦，可是我们还是有根本的对于苦乐的趋避。蚯蚓啊，我们很难想象说它是有做梦的能力的，可是蚯蚓它对于苦乐是有动摇感的，它会被苦乐所驱动，它会被苦乐所动摇。然后在这种动摇中，就是什么？就是苦迫，就是疲劳。所以是的，在我们在一个层次的禅修上而言，你可以特别的去留意入梦，这是很好的。那我们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你光是懂得不入梦，这样子就够了。如果说我真的要今天扮演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色啊，扮演一个说特别去分别佛教跟外道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佛法它相对于像吠檀多啊这样的一个教派，有什么特别殊胜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对于这个议题，佛法上面交代的特别的清楚。我大概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我们如何处理？因为在我的感知里面会有一种这样的经验了哈，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入梦已经是很粗的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就是一种动作，它是在你的我们的心或者是身里面瞥颖而过。他不会在我们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能够留下很深刻印象的那种心情，已经是你能够辨别并抓住它，你是有能力拆除掉它的。就是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瞥颖而过了，很好我的们问又题没有的，注意，我我们了又解没你有的问注题，意，所以呢，然后对后于面会这一梦种中套呢，梦啊，老师，梦中套梦，真的太这个会害苦我们的，我觉得。对你对于这种瞥眼而过的哈，稍纵即逝的，不要去理他了。你不要像是，譬如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对于论派的禅修的方法做一些反省跟批评啊，其中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太把禅修的重心放在那个极微小、极迅速。如果你的禅修的重心放在极微小、极迅速，非常容易，光是在生理上你会变斗鸡眼。我们都不要讲心理上面的产生出来的负面效果了，光是生理上你很容易变斗鸡眼的。好，所以呢，聪明的禅修者不要用那样的方法，而是不断的活在当下，去处理当前构成问题的心，不断的去处理那个如何预防心会产生问题，就是处理这样的问题就好了。不要去一直在想说，哎呀，我的观察力不够，我的这个捕捉现象的能力还太弱了，所以那么样迅速发生的心，我看不到怎么办？你如果你老是用这样的角度禅修，你会很挫折的，你会没有办法在自然安顿闲暇的状况当中去开发自然的观察力。不要把形了解为一种 colobus 哦，那种像那种论点里面讲的那种极小的元素、极小的分子，而是把形了解为一种系统。正在启动中的，将会启动中的一种系统，一种模式，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观察它，去拆解它。因为老师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出现了我2年来啊，就是修行最大的动荡了，就是甚至有几天我对佛法产生了怀疑哈，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就是一个困难了之前，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有想过要求助于老师，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求助，然后我一定要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要获得对，第一手很资好料。的，对，我要靠我的身心去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我觉得这样才可靠了。对，然很后好后的，面我有
我今天能跟老师交流，是我已经走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我是没有意识到，我之前就是你猜出了一个力，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力，我没想到后面还就是这个力，我以为哎就是结束了，我觉得哎。你是用，我是用所有的我以前积累的佛法的那种修行的能力，对对对，可以拆除。然后我发现还是不行，好像心还是不安，还是有问题。然后我就会对，但是实际上我后面没有想到，我后面还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有拆除，而前面的就是那些所有的错误的认知，其实是都是在那个最下面的那个错误的认知发展出来的。但是我对那个最下面的那个错误的认知，我完全忽略了，我完全对他没有感知，我完全就他就进来了，然后就变成我的意识里面的一个意认同的意识，然后一直在作用我的身心了哈。不过还好我发现出来了，所以我在想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了。然后我在想，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就是我们完全感知不到我们的内心的实力，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已经很出众了。像你的探索问题的方式，然后里面有着这种参禅啊，这种内在探索的气味在里面，这些都是好事的啊。这个我并不是在批评这些，这些都是禅修的工具，它都会可以变成很好的禅修的工具。可是你不要忘了如何的。能够在趋近禅那的身心环境里面去进行着这样的探索，趋近禅那的身心环境，它是从容的，它是不着急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怎么样才能趋近禅那？我们的七觉知要平衡啊，然后这个七觉知平衡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啊，那么多要讲的，但实际上你就是用你的直觉一个大原则。你有没有操之过急？你有没有太紧？你有没有因为在这种密切的内在参禅的状态当中，忘了要怎么样保持放松，忘了让你的身体能够宽泰，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滋养？什么样的人哦，他在运动啊，他特别容易可长可久，他可以跑得了马拉松，他是绵绵密密的。他是确保说，他当下不会因为过度激烈的参与到运动里面，他忘掉了他身体是要保养元气，是需要一直滋养的。好，所以你只要能够掌握得了这样的诀窍，配合着你内在那种积极的、密切想要追求真理的动机，那是会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合并。我明白老师的意思，谢谢老师的开示，我没有问题了。好极了，杜老师好。你好。杜老师，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上周的一个禅修的进展和心得。是。杜老师就是这个，最近这2周啊，其实我在静坐的过程中啊，都碰到很大的障碍，跟你提过一些问题。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我以前一直有这个心梗猝死的这个恐惧，就是惊恐发作的时候，甚至会寻求过紧急的医疗帮助。但当然，后面会这个这几年会有很大的缓解，因为我这个自己学过这个认知心理学。但是最近就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最近就碰到我在静坐的过程中，这个静坐到40多分钟，这个巡视止息。这个心很静，然后乐受升起来，就会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跳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跳的那个蹦蹦蹦蹦，就会惊恐发作，然后让你坐不下去。然后我也问过朱老师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后面一直没解决，就上周还持续出现。那对于我来说，我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这是可能是我禅修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其实像很多同修碰到的焦虑问题，也是同样的。那其实我就用您原来讲过的这个五种善行的一种方法，就其实我对是一个相反的念头，就是说我把它看作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要去调伏心嘛。然后这个现在我这个心变成一个具象到一个心脏，
跟到我的面前，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好事。所以说呢，我就甚至增加了这个每天做的这个次数，做两做三做，我就希望我去能够把这个心跳的这个问题调伏下来。然后试了很多方法，包括您说的是不是我太专注于乐受，太专注于这个禅定的升级，或者是呼吸太做作等等。然后呢，后面我就发现，是不是心脏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关注它跳得越快，是不是我这个觉知和注意力的这个分层不够细。后面呢，我又去看是不是七觉知，每一个觉知是不是多了少了，然后调调调，然后一直调到昨天呢，其实我就发现，就是说当然是另外一个禅友跟我，另外一个同修跟我分享的，他就说，哎，你早晨起来不心跳也很快吗？那你能接受吗？哎，其实我就想，也许我调伏这头大象，我要跳到大象的背上，然后我就看着它跳，我就看着它跳，然后去观察，除了跳之外，我有没有其他的动作，有没有紧张，我的肩膀、胸有没有紧张，有没有其他的感觉去放松？哎，然后我就发现，跳三分钟，可能有四分钟，它就平息了。是，然后今天早上我在做的时候呢，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您一个原来一个开示，就是说这个可能光火大，它这个会攻心。反正我就发现我在探索这个触的这个分层的时候，我发现我关注胸口正中的那个暖意，然后把它向周围扩散的时候，可能这会心跳比较快。然后我就不关这个，我就关地大，我就关风大，哎，我就完全没有这个心跳的问题，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突破，我想分享一下。谢谢你的分享，很精彩的故事。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朱老师，就是说，这个其实在我在觉得，在我这个进展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会发现，哎，我对于这个注意力和觉知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调和，就感觉到更细微的觉知的触的这个分层，其实上好像比原来有所进步。那其实过去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禅修的关键点啊，就是这个目标和评估。这个灭苦的目标大家很明确了，评估其实朱老师一直讲，刚才跟华为也在讲，就是说，哎，我们需要这个去更向平和、更向从容、更向安静这个大的方向，这个三意一向的大方向去前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大的目标定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有其他的评估指标呢？就其实从我自己的经验来感觉啊，我就觉得在特别在静坐的这个实修过程中，是不是我们这个，因为你原来讲过嘛，就说这个触它其实就是经验，对吧？经验那就像游戏一样，它总有一个经验值的上升，是不是还是说你这个触的质地和感觉，像十二缘起的前面越精进的时候，你说明你至少你禅修的这个功力在提升。比如说我现在能够感觉到这个爱取这个抓取，但是听说有的同修他就能感觉到受，比如说三种受的区别和质地，我就感受不到。甚至我们原来听过有的无色界的禅友，他能感觉到实的那个触地，然后我们也看过这个像那个有的禅友原来有的这个同修分享过，他能看到迷，看到行，包括像阿江这个摩诃布瓦，他原来分享过，他能看到这个无明的升起那个质地，是不是？对触的质地的这个追求也是一个可以评估的一个进展呢？Okay, 那个像阅读哦，或者是听闻其他禅修的人他们分享他们的主观的经验，它是有好处，但是有时候有副作用的。其中一种副作用呢，就是说在描述这些主观的经验的时候，因为这种东西它的本质就是主观的，所以别人想要表达的跟我们听到的跟我们会联想到的往往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个到底什么叫做能够看得到无明的产生，到底什么叫做能够看得到爱的产生，这个是每一个人在心中的那个产生出来的联想效益是大不相同的。那有的人他因为听了这样子的话，然后连接上了不恰当的联想，对他的禅修上面有时候会有误导的。我的建议是呢，对于缘起这方面的那个话题，你不要想说我每个人都要一样，你不要想说十二缘起每一个就是截然分隔的一个阶梯，
我一定要能够看得到它的发生，它一定是跟其他的缘起的枝是全然没有重叠的，它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不同观察缘起的方法，处理缘起的方法，它都一样能够导致禅修上面的成功，能够导致禅修上面的进步的。所以你不要拘于一个模式，而是慢慢的找到一个你能够消化得了的观察缘起的模式。好的好的，朱老师我明白。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我想请朱老师开示，就是说我们比如像我这个日常生活中，我继续培养这个喜乐，就开发这个喜乐，其实我现在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说我这个喜乐的开发培养会在提升。比如我这个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或者我排队的时候，其实上我可以把这个喜乐调动起来。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就是我要把它开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情况，因为再次这个言语呀、啊、哈，它这个词汇，当我们习惯讲中文的人，你听到喜跟乐这两个字，普遍而言，一般人会联想到的那种喜跟乐，它往往跟佛经里面要表达喜跟乐是有距离的。然后如果说你坚持着要按照你那个联想中的喜乐那个方向去开展的话，很多时候你的修行会变得很机械化，有时候会感觉很造作，有时候甚至会感觉到故意的让喜乐产生是一个很肉麻或者是很耗力的事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去分别去检责什么样的喜乐感你感觉到是自然的，相对而言离你是靠近的，它产生出来的作用是帮助你怎么样呢？帮助你不想要还俗啊，帮助你能够像方向感是更加的清楚的啊，帮助你对于离欲的道路不会感到沮丧，不会感到是被剥夺了什么乐趣，而是对于离欲是感兴趣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尝试着把喜乐哈，用不同的白话文来重新给它翻译，然后你记得这样子的新的白话的词汇，不一定要卡在喜乐这两个字上面。像喜这个字啊，它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涵呢？它包含了兴趣。我的兴趣的意思是指说一个会愿意让你继续探索，愿意让你继续开发的某一种兴趣。你可以把喜理解为是一种幸福感，感觉到啊真好，我是幸运的人啊，我是能够把我的生活在佛法上面安立啊，建立起来，我把我的生活是在佛法中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你可以感觉到你是稳靠的，你要像是一个得救的人啊，我们要姑且用基督教他们的宗教的体验来帮助我们说明这个话题的话。那就好像说你信靠了真神，然后你确知是如此，所以你感觉到啊真好，你很幸福。然后你信靠了真神之后呢，你的那个身体它变轻松了，它觉得负担减少啊，我的问题就是交托给真神了。好，当然我们现在讲不是不一定讲说耶稣真神这样的意思啊，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就信靠着这种向解脱的道路，所以你的身体它经常容易处在放松没有淤塞，然后因为它放松没有淤塞所以呢内在的简单的触觉都变得蛮舒服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放松的时候被微微的风吹着，他在春天的阳光下或者是被人家推拿按摩着，他就是感觉到很愉悦的啊，那身体是感觉是舒缓的，是合唱的。好，那再次的这个喜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信心啊，它包括了对于佛法的雀跃啊，它包括了你的扎实感，生活觉得很充实乐的部分还包括什么？除我们刚刚讲那些，它还
这个包括了那种恰到好处的被佛法刺激着等等的这些觉受。然后我讲了那么多，我希望不要造成的一个误会是，听的人越听越悬呢，听的人越听越觉得这个是离他遥远，是离他复杂的。其实不是的，这些东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你有过的平凡的经验，可是问题是这些平凡的经验怎么样呢？第一点，它对你而言它一瞥而过，然后第二点，它一瞥而过，然后你都没有认识它，你没有在它一瞥而过之后认识说啊，那是一个好东西，我可以刻意的去开发它，可以刻意的去培养它。这个而且除了这个一瞥而过的问题之外，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它不容易成片，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恒续性，然后往往这些看起来平凡的东西，你一旦让它有延续性、恒续性，它会制造出 momentum， 它会产生出动能来，这种动能会改变你的身心活动的动能，会改变你身心活动它要趋向的方向。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喜乐，确知你只要你是一个遵守着戒律，有用常识在管控着你的身心环境，在做一个有良心，不去做那种会违反，会让你产生出很大的遗憾，会让你产生出很大的内在的困扰，像那些不持戒的人，会说谎的人，会贩售佛法的人，那个纯然活在自私自利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实际上你的周边到处都是禅那的燃料。好的，朱老师，我明白了。的确，我原来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个非常有价值，这个对我。好，谢谢你。OK， 好。朱老师你好。你好。朱老师，我有两个小问题，就是一个是刚才有朋友问你的那个关于心型的问题，我突然想起，可能心理学也很早之前就有一个实验。类似说是这个，比如说一个针，一个指针在一个钟表上转动，然后那个有的心理学家做实验，就是比如说转到三点，然后就让实验者去按一下按钮，然后这实验的结果类似是，就是你的手还没有动啊，或者你身体的肌肉都没有动，你的那个心理学家就通过一些生化的反应已经。就是可以检测到你要做这个动作了多少个毫秒之前。对，就是有所谓的 physiological activation， 是的。对，我突然想这个实验对我们禅修者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个心型上或者是你的那个动作或者以及你的声音突然不见了，怎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怎么才是真正的？我突然想，是不是这个像老师说的这个 ？OK， 我们听到心理学的这种实验，然后，首先，我们不要去钻牛角尖，不要以为说啊，我的禅修是要开发到这个巨细靡遗哈，这种这个那个人家说那个叫 skin galvanic response 哦，那个皮肤上面的那个电流的那个反应啊，他们都可以测得到，那个血压心跳的微微的变化，那个仪器能够侦测到的，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都要观察到。你不要抱着这种钻牛角尖的心情，你如果你是抱着这种说我要粗细兼收，所有发生到了100%的好像是误把佛陀当作是全知者这样的期许自己，我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全知者，那么这样的修行会有很容易会有问题的。然后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听到
这种心理学类似的实验，它可以启发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实际上这些身心的现象，像形的这个现象，它里面有很多的探索空间的，所以你在能够保持放松宽泰的前提之下，你可以尽情的、哦、加深你对于那个像形的质地的了解、哦、对于那个形它、对你的身心产生的波动效应、哦、愿意要再更加仔细的去了解。再次，这个是在你不会紧绷，不会钻牛角尖，不会斗鸡眼、哦、不会着急的前提之下所做的。然后提醒你自己，就算你没有无止境的去探索那些细腻的地方，你仍然是全然有能力能够超脱形对你的摆布的。朱老师，我那个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就是解释一下，比如说我记得讨论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哦，你最好就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或者说你不被实验者所能猜到你的结果的，就是你不做反应，就是说啊，某种意义上就是感就是离而自由这样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不做任何反应，那你就自然，当然你不做任何反应也很难做得到，就是说也要需要比如说类似修行者的一个要有要有更好的食物啊，或者是比如说老师提到的有禅纳的那种，有这个本钱才能做我不去反应或者我不去动作等等，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心理学家也知道你不能去反应，那你就自由了，你不需要，你就，但是很常人很难不去反应，那一个禅修者恰恰能够去逐渐知道不去反应的途径，知道对，所以你最好不要把禅修目标定为我不要反应，而是把禅修的目标定为说是让我更觉知反应，让我缓解反应，用类似这样子的意向引导自己，不要用那个我要停止反应这样的意向引导自己。OK， 真的太尖刻了，太那个。对，你如果说我们定的目标是非黑即白的，就我有没有达标，好、这个我有没有达到100分的放松，好、还是说我没有达到100分的放松，如果我们的选项是这些的话，你很容易是会让自己反而变得更紧张。好的。那个禅修者、哦、他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他确知世间所有的结果不是由他制造出来的，他只能在旁边浇花、哦、他能够灌水，他能够培养那个环境，培养那样的因缘、哦、然后他静静的等待着，所以他在做的功夫不是说我要把这棵树变出来，他在做的功夫是我在给这棵树浇水，我在确保说他有能够自己成长的环境，至于它要长多快多慢、哦、是交托给这个过程。对，不对结果有理解。朱老师，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您那边那个苏曼达禅林啊，这个目前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能够申请去禅修吗，还是一个能介绍一下吗？是的，我们是有接受朋友们来挂单来禅修的，然后我们是有一些要求的条件，这些条件有在朋友帮我们架设的网站上面有说明，但基本上就是好比说你要曾经上过像我们眼前现在这个课起码3个月以上或者是熟悉了过去的录音档啊文字档等等的。好，如果有这样的先决条件的话，我们都是就是说会欢迎的。那尤其是从外地过来，从远的地方来的，我们有好几次接待
国外的，像从中国大陆从台湾过来的朋友的话，我们是可以有例外，让这些人能够多待一点时间。然后在因为美国这个地方的环境，然后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呢，这个并不是像举例来讲那个台湾的大的都会这样子，你高楼大厦走下楼你就可以自己买菜，好，是没有办法这个样子的。所以来这里比较长时间挂单的朋友，他们要么自己有租车，要么就是要坐那个禅林的共乘车，那没几天会出去大伙一起买个菜回来。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好像说特别替访客做膳食的这样的一个志工，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的。差不多来这个地方的人，我们要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大家一起出外用食，要么大部分的时候是自己在那个客房的厨房里面准备自己的餐饮。那我们有鼓励来这个地方禅修的人过午不食，但是没有强制如果觉得还是晚上要用餐或任何时候要用餐，你的禅修才会你的身心才会觉得够舒服的话，我们都是没有强迫的。我们除了早晚课的活动之外，来这个地方禅修的人差不多主要两种活动啊，一个就是叫做无拘束的禅修，这个是可能你可以选择静静的坐着，你可以一边运动，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调整你的坐姿，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谈话，可是谈话内容必须要跟具体的禅修技巧有关联的。好，就是这种很无拘无束跟传统的那种 retreat 跟传统的闭关不太一样的模式。那另外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经常会外出去郊游，去一般是去附近的海边啊、山上啊、湖边啊等等这些场所去散步、去静坐，找个空闲的地方静坐，或者是做无拘束禅修，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太好了，感恩周老师能够对有这样一个机缘，让大家能够禅修。对，我个人想就是也特别感恩周老师，您现在以在家人的身份，然后把这个佛法阐释的闻所未闻，所以我非常的感叹，再次礼敬。谢谢你。OK， 好，朱老师你好。你好，见面了啊，朱老师。那个想借你这个就是这个平台的话，想对刚刚一个贤友，就他讲到那个惊恐症发作的时候躯体反应，那个就是说我想问题，我想说就是给他一个建议，就是那个就是也可以参照那个《神经者自救》的一书当中的那个八字。就是面对、接受、飘然、等待，我觉得这八个字的话呢，比他就是说寻找中其他的方法的话来得更快更有效，但是呢这个方法可能是有一些难度的。这个是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个一个方法啊，谢谢朱老师那给了我这个机会啊，给他一个建议。其他呢我想呢就谈一下，我想谈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啊，就是我以前的一个过去的时候曾经的一段经历啊，就是我曾经有几年的话呢是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安详和平安当中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有抱着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接受过那个就是上座部佛教的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结果呢都是由我们以前的业力所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朱老师曾经说过的一种线性的业报论啊，业力论。那是我长期的就是这个业力。那我就在想，既然我现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都是以前都已经决定好的，我就无需烦恼和担忧了。所以那个时候非常过得非常快乐。
啊，对，那个是的。然后呢，还有一句就是那个《金刚经》的那句话也对我有帮助，就是说所有凡所有法皆是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所以说这两句这两个观点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很多的事情都对很世间就对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恐惧，没有这种惊恐发作的这种情况。对，那么也有可能就是我也在当那个时期的那几年的话，有每天有大量的打坐静坐，有这种静坐的辅助，所以说那段时间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后来呢，我回到了就是我从一个就是将来隐士的状态回到了一个就是市就是一个是城市当中。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说我没办法再进行那种当时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又遇到了，我又那时候我又接受了就是朱老师的这个这种佛法的讲座。那时候就谈到了这种就是线性的业报论的时候，就说这个我这个观念一下子被打破了，就是根除了。所以说这个平安的状态，我很想再回答。你看哦，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达到一个中道齁、哦、一方面那种宿命论齁、哦、它会造成一种迷信齁、哦、那种完全没有建设性的消极齁、哦、可是它却能够松缓我们那么多的紧张，那么该怎么办？简单的来讲，就是要练习捐弃意志，你不要认同意志。你练习甚至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老是要钻进那个意志的世界里面，而是经常的在观察着意志，然后捐弃着它，不断的放下它。你若你这样子做的话，你既可得到你刚刚上述的那些好处，然后同时又不会产生出那些有可能会造成不好后果的执见，所以这是第一点。然后你刚刚讲的金刚经里面讲齁、哦、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这样的一个偈子齁、哦、要看你怎么用。如果说我们对于某一些说法有保留有评语的话，是讲说它可能产生出来的副作用是什么。有一类的禅修者，当他听到这样的教法的时候，他说哇，一切皆空，一切皆虚幻，然后他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能够感觉到很清安，能够感觉到很舒坦。可是在这种清安跟舒坦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全然没有被削弱的随眠烦恼，随眠习气。基本上佛陀的教育呢，是你不要以为说你眼前有一个某一种想，有某一种举脚，想说啊，一切都是像做梦一样，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然后你能够感受到享受得了平静，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如果是在没有正知正念当中的体验到的那个安详，它反而是更危险，它反而比起那些有焦虑症的人有恐慌症的人是更危险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进步。那像刚刚讲这个偈子、哦、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偈子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再去做补充，所以它不至于产生出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误导呢？那就是你不要忘了照顾行这个课题，你不要忘了要处理你意志的问题，你不要忘了要处理那个意志它是跟境界怎么碰撞的问题。那是的，你可以透过把一切观成梦幻泡影而契入好比说无色定的某一种心境，那个是很空旷很舒服很少负担的。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所讲的怎么样善用无色定的那些境界，所以你才不会说让他们都变成一种无际的状态了。我这样的意思并不是
要批评哪一个剂子，就是纯粹在讲不同种技巧它都有可能产生出来的胃跟患，所以你要懂得观它的胃跟患，然后更重要是你要知道怎么处理。嗯，好的，谢谢朱老师开始。那我再就接下去就是回到我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呢，我在一些情况下面，就比如说我坐飞机，坐飞机或者说是爬到这个登高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就会有消极的想法出现，就是说我可能马上掉下去摔死了。然后的话呢，肾上腺随着这个消极念头起来的时候，肾上腺激素的分泌，然后的话开始的躯体反应就开始来了，惊慌、心跳加快、恐惧，然后各种各样的濒死体验，这种都会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所以说我想到了，就是说解决就是这种问题的，我这样的问题，就在别人看来不是危险的时候的，这个不是危险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产生恐惧，产生危险，产生的恐惧的时候，我想过的就是还是这个就是食无边处，我要好好的练习食无边处。那么就是说，或者甚至你可以很有弹性的，你可以看一看什么样的想是特别能够针对飞行恐慌症。因为你提到这个，我小的时候也是有飞行恐慌症。因为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好几次是很真切的在观想着那个飞机坠机的整个过程，施压然后那个呼吸带掉下来整个机舱里面人在尖叫然后那个闻得到那个烧焦的引擎的气味，然后一秒钟掉这个几千个这个英尺。这样的这个速度在下坠，然后因为我的观想太真切，我连续做几次观想之后，我后来就得了飞行的恐慌症。然后他要上飞机就发作，上飞机的时候我那个指甲就很用力的牵在那个把手上面全身冒冷汗，然后整趟坐飞机下来是极度不舒服，觉得要呕吐心跳快的没有办法控制。那我后来，这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策略了，用很多禅修方法没有用。我就去狠狠的大量的阅读关于飞机飞行的物理学的这方面尝试。后来我就有一个观念，就让我一瞬间去除掉了那个飞行恐惧症。那个观念就是说，原来飞机在飞行的时候，那个在下面承载它的那个空气的密度它甚至是比水还要更密，也就是说船要下沉的几率比起飞机在这样的速度要坠毁的几率要来得更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想的一个改变，然后你就然后所以我之后我可以在飞机上，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可以兴奋的像跳绳一样的这样子上下跳跃，而且沉不下去的船。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啦齁。然后很多时候你就是你愿意心平气和的正知正念的这样继续探索下去，你就发现到说有一个卡着的东西它就转过来了。那之后我再刻意的再去做那种坠机的观想它会再产生出微微的不舒服感。可是这种微微的不舒服感它全然是能够在传统的四念住的锻炼里面被管控，然后到后来它是全然消融的，一点踪迹都没有。朱老师，谢谢朱老师，你的那个就是说这把你的你的过去经历分享那么现在讲了，就是说就是刚刚就说的，以前我讲的曾经讲过的那个宿命论我认为那个宿命论他那个就是说他是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扎根，就是在我心里扎根的。那么他也就他而且非常坚固，他就是很坚固的对我形成一种意念的保护。然后的话就是说我可以遇到各种不是这种非常极端境界，比如说我登高到这种高处什么东西，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面，一般的情况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话食无边处，只有这食无边处可能可以像以前一样，可以像以前这个观念一样，就这个保护法一样的，就这个就是一种保护罩一样来保护我。但是呢，他就没有像那个我刚刚说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宿命论一样，
它非常难以观察。比如说我想象，请给我一点时间啊，就是说我比如在我想象我的自己的身形和心形这两点和我看到的路边的这些杂物一样，都不是我的，它的消失或者它的什么就是毁灭，对我来跟我来说都无关，因为我那个都不是我，而真正的我是在一个这种虚空当中，一个无边无际当中的，不可以被任何被伤害或者会被破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如果像说你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所有的所有的过程，我了解啊，所有的未来都被决定了，那个他没办法做到如此坚固，就这样。对。对，那个宋，因为哈、哦、今天的时间关系，实际上我对于你现在提出来这个话题，我是很感兴趣的啊、哦，我也觉得很重要，这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像对于这个事物边处哈、哦、的探索，再次我很感兴趣。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下一回，你如果还想要就这个话题讨论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继续讨论，这样子好吗？那还需要再继续提问吗？就再次提问吗？就麻烦你那个到时候，然后我若再看到的名字，我应该会记得，就是尽量让你就是不要没有机会问到问题，不要在时间结束之前，我们也可以互相提醒啊。好的啊，我提早提问哈。那谢谢朱老师，那就是说，谢谢，就是说啊，请你理解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一种有强迫症性格的人，对于一个问题的话，就执着的不懈的。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那个你不用在意。那个再次的，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希望所有的与会者诸事平安，我们下回再会。